思维不进，佛陀所教导的整个道路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想象，或只是推理或思维，这样并无法带人走向最终的目标。一个人必须体验到实相，但有些的人心是十分的迟钝的，有些人的心非常的散乱，你无法要求这些人直接从观察呼吸开始，他们无法感觉到感受。 并对感受培养平等心，这些人多半是对身体的感官娱乐，对于性欲的快乐有很强烈的执着。为了使这些人的心性达到某一种程度的平衡，所以让他们从这些技巧入手。对那些执着于肉体表象之美的人，对肉体外在美感沉迷的人而言，就要他们像这样开始修行。要如何开始呢？在这里。 这个人只是开始在思考，他还感觉不到感受，这没关系。像这样粗钝的人，开始必须用想的，而至少让他有正确的思考。人对身体有这么大的执着，男人的身体或女人的身体，这个人的身体或那个人的身体，这么大的执着。而这个身体是什么呢？想想看，这身体是什么？自脚底而上。 自头发而下，这就是整个身体的结构，为皮肤所覆盖的整个身体，整个结构，以不同的方式。你以为这个身体非常漂亮？现在就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漂亮的，到底漂亮在哪里？它整个是丑陋到极点。只要去想一想，试着去了解一下。虽然你还无法经验到这些真实的不净，但至少开始思考一下：身体是什么呢？ 在这所谓的身体，这整个身体，身体有哪些部位呢？头上的头发，身上的毛，指甲、牙齿，皮肤、肌肉、筋腱、骨髓、肾、心、肝脏、热、末、脾脏、肺、肠、肠膜、胃脏、粪便、胆汁、痰浓、血汗、脂肪、眼泪、淋巴、口水、鼻涕、滑液、尿水，这就是身体，这就是身体所含的。 你要以这种方式思维，对无法了解正法、无法修行正法的人来说，思维是有必要的。很好，那就开始想吧。这身体到底是什么呢？你就开始想，开始思维，不断的思维，并对身体发展出不敬而厌离的态度，这样子心才会稍微平衡一些。 接着，你又能够继续修行了。从观呼吸开始，或者直接从观察感受开始，再度观察升起、灭去，升起、灭去，不断的升起、灭去。你步上了正道，但这只是起步。你一旦步上正道，到了更高的阶段，就很容易可以看得清楚身体是什么。你不需要在身体上开刀动手术，去看血呀、肉啊，这个那个。 你发展出了天眼，可以把身体每个粒子看得清清楚楚，仿佛放亮了眼睛去看。不过这是很后来的阶段。佛陀以这样的譬喻来解释，好比有一种麻袋，开了两个口的麻袋，一个口封起来，另一个口开着。麻袋里面装满了各种的谷物，相似，装满了稻米、糙米、绿豆、豌豆、芝麻、白米。有一个人放亮了眼睛。 有着很好的眼力，可以看到这是稻米，这是糙米，这是绿豆等等。不管是什么，他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。一个有眼睛的人张开眼，看清楚了，然后说：“里面都是这些东西。”同样的，一个人到达这么高的修行阶段，将会看到身体里面是什么。在这皮肤所覆盖的身体里，他观察，他直接看到这一切。 在身体当中有头发、肤毛等等，但在这个之前，他经过同样的过程，内部、外部、内外同时，还有生起、灭去、生灭同时。一个人不论从哪里开始，都必须经过同样的这几个阶段。根据个人的根气，根据他的背景，根据他自己的能力是否培养起来了，他可能从比较初顿的阶段开始。 或者从比较微细的阶段开始，而当一个人达到了“哦，这是身体，就只是身体”的阶段，从实相建立起觉知，而清楚的了知这只是身体，一个人不再驻着于这个物质世界、这个身心的世界，这个人达到了超越身心的阶段，超越了执着，这个人摆脱了所有的执着，达到了完全解脱的阶段。